饭整体来说是好吃，就是那个菜，它那个饭是一颗一颗的，它是真的台式那种珍珠嘛？对，咸酥鸡超好吃，现在测评。对，咸酥鸡超好吃，有泰客那一味，然后那个鸡排也是。不，最重要的是地瓜球，那地瓜球就是外面很像薯条，然后里面就甜甜的地瓜。对。然后饮料两瓶我都觉得好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在这边能喝到的。你最喜欢的是卤肉饭和地瓜球，它是卤肉饭，卤肉饭也很好吃，它的那个肉超大块。第一餐算是完美，完美的开始，完美的开始，接下来就继续吃吧。全部旅行应该都是在吃吧，兰卡动物园的旅行都是。我们没有别的行程，就是吃。哎呦，我困了。Hello, everybody， 又是我，又是 AKA。好假啊！我们现在来评价一下这家，就是。好，那我现在来开始采访吧，浅浅采访一下，就是 Linda。Linda，OK，你觉得这次的菜怎么样？哪一个是你最满意的？那个柠檬鱼。柠檬鱼，我最喜欢柠檬鱼。OK， 你觉得那最雷的呢？绿咖喱。绿咖喱，因为它太奶。OK， 它椰奶加太多了，然后。我们六个人这样才吃了90磅，80磅，90.1磅，它不是减十，所以就是很便宜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吃饱，所以是有确实是超级饱，对，学校是100多，120，然后不一定吃饱，就只有我和琳达吃饱。等一下，那就是那个，请问你最好，那么换到后面的两位，三位啦，三位哈，他没有把你算成一位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只不过要先打电话定位，要不然要排很久。我觉得你这一身很适合去。好，再次结束。Hello， 各位，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们这个天哪，各位你知道吗？各位，我的手里有一个鸽子蛋，是菲比求婚向我求婚，然后我才有的。菲比，为什么向我求婚啊？因为你很可爱。闪闪知道了吗？各位，之后要扮可爱，就会有人找你求婚呢。哇，这样，什么呀？很好看啊，好无语啊！这个算很无语的事情，就是有人握了一下，然后说自己很好看，受不了。颜色实在是太棒了。哦，那是我们两个的功劳哎，他为什么要抢走？真无语哎，这两位的功劳。看我们的戒指，真好看，真好看。我有 gadget， 但你有吗？
且我没带而已。因为你不够可爱，所以菲比没有向你求婚，你有什么感受？这不就是一个鸽子蛋吗？我也有啊，是谁你给我的？没有，他没有。大家觉得荔枝怎么样？棒，我也觉得很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吃的好吃，逛的好逛，然后空气很干净。就是能相信吗？这里没有什么人抽烟，还有大麻味到现在都没有闻到过，了不了。那么我们来询问一下，就是说，畅畅子同学，你的。就是你对就是今天这个小炸鸡的这个夜宵是怎么个想法？我觉得还不错，特别是最后看收垃圾那一段非常开心，然后这就会放上收垃圾那一段。 OK 马上哦。 OK 那你觉得就是食物呢？食物还不错啦能吃好了，可以继续采访。收垃圾奶奶对于宵夜有什么看法？就是一般的炸鸡，我也觉得中式的。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比肯德基好吃一点，因为我觉得肯德基有点少。我觉得肯德基好吃，是还是因为它烂掉，就是它有点已经不是皮是皮，肉是肉，对，皮是皮，肉，就它已经不是酥脆的那种咔哧咔哧感觉。而且它的那个蘸酱是用来蘸海鲜的，应该是用来蘸肉的。明天呢，就是继续逛街跟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明天见吧，拜拜，拜拜，快点，拜拜，说拜拜，拜拜。林大江对于刚才的印度店是怎么想的？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分量有点小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鸡排，对吧 ？Go！ 贝拉，你在干嘛？想偷拿奶茶。刚才他绝对是在看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偷拿。你不要忘了是谁拿了一大把，是琳达呀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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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。他真心的。你来两瓶吧，你来两瓶。各位看一下，各位看过来，一二三。饮料都很，所以去那一家就不要点饮料，就猛吃那个鸡胗，鸡胗跟咸酥鸡，它的鸡排没味道，只有马瑞鸡。测评时间又到了，那么就是第一个访问的就是你了。Hello， 你觉得嘞？哪一个是你最爱的菜？哪一个是最讨厌的？哪一个？感觉都还行，就是那个蒜蓉那个炸鸡不太喜欢，有点甜。我觉得风味芥辣的很好吃，芥末，对，芥末的好吃。那其他嘞？其他也都是。比如像那个煎饼，煎饼我觉得要比慢吃。泡菜饼它的那个旁边是焦的，刚上来的，就很好吃。但是要就是沾那个它那个酱。部队锅也
很丰富，对，年糕很好吃。Hello 大家 ，Hello 大家，我们闪现到另一家叫做。我不知道叫做什么，反正就是吃越南的。我们十分钟后又到了另一家。我们现在在有一个比赛，谁先吐出来谁赢。我现在已经吃到这儿了，我真的是好紧。开始该解比赛了。Hello 各位，今天很热，特别的热，20多度。那么我们刚才吃的那一家日料，你觉得如何？嗯，还可以吧，但是那个玉子烧真的很大。我也觉得一般般。然后就是说是香港人开的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体验一次就够了。对。行啊，那如果想喝什么沙琪蛋气体的可以去吗？就单喝酒就好。对，然后可能点一些小东西，可以。像章鱼烧，章鱼烧有点略坑，三颗。对，是略坑。我感觉他看一下菜单，是我也感觉。他发现我们是六个，他就上三颗。对他就会叫我哎，再给再点一份，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人分一颗，两人一分一颗吧？对啊，就觉得怪怪的。哎。真坑，好的，结束，拜拜。在这么好的天气，一群人来到泰国超市，然后买了一盒榴莲。嗯，好香。今天这个天气是夏日旅行限定天气，应该是碰巧被我们遇到这样的天气吧，26度，很热。张不开了，这两个有帽子，这两个有墨镜，我们两个呢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有，我们有墨镜，对的，我们有一双坚强的眼睛，还有额头，还有一个很屌的额头。有点舒服，对啊。正好香港天气了，对吗？是啊，好吃香啊。对啊，好吃香啊。吃榴莲就因为太香了，就吃一下。Thank you.